说他有爱心，人品好，还有点小幽默。我寻思这个人要行的话，我就考虑考虑，到时候给他托我们家庭群里，让我的家人一起帮我看看。有点紧张呢。哎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，你是？啊，我是大米，让我在这等人的。你是？是大米姐，今天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。人美心善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哎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来的这么早哈！啊，对对对，我在这等着，表示有诚心嘛。哎呀，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。亲自，这事儿我不来也不合适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必须亲自过目，然后审核通过才行。哎，好，我姓郭。啊，姓郭。我叫郭子。我叫陈佳楠。佳楠，这名字好听。哎，你别说呀，刚才我还有点紧张，现在这么一唠嗑，我觉得是吧，一下就不紧张了。我也觉得见你还挺亲切的，是吧？我刚刚一看到你，我就有一种预感，这事儿能成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对了，郭哥，你今年多大呀？你猜？我猜不出来。你好好猜。现在人的年龄都没法看。五十了。五十了。郭哥，我觉得吧，这个年龄啊，稍微有那么一点儿大。佳楠呐，佳楠，这我就要说你两句。我跟你说，我讲奉献，讲爱心，我什么都行啊。你得深入的了解了解我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能办到的事儿，我都能行。我每年我都献血啊。这是前年的。天呀。去年的。今年的。呀，太有爱心了。真好，给你留着吧。你这是你的。哦，好。爱心是一方面，人品更重要。对，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。我人品特别好，不光我人品好，我爸妈人品就好。不光我爸妈人品好，我爷爷奶奶人品就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遗传随根儿，就是我祖上我太奶奶吧。我不用说那么远了，咱们就说说现在。你自己。咱就说伺候老人吧。伺候老人我一绝呀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光给他们洗澡，打扫卫生，拖地。你知道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每天量血压。吸氧。吸氧以后，他这个心肺功能他就增强，你明白吧？明白了。你真是好人。行了，都这么有诚意了，反正我觉得挺好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这酒席没白定啊。都订酒席了啊？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还不着急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要再不着急，我吸氧，我量血压该是我了。你真有幽默感、啊、我那意思吧是这样，虽然我觉得挺好，但是呢，我想把你拉到我的家庭群里面，让我的家人也看一看。家人？对，大家庭嘛。对呀、啊、是是是。你这样，我呀先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好，我先说一下你的这个情况。行，好嘞。啊，大姐呀，就这衣服哈，我都给你收拾出来，完事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，你倒是帮我献一下爱心。喂，小姨，啊，打电话呢。谁呀？群主，志愿者群，我要加入，现在已经通过了，现在在问家人呢。哦，就我大姐的那个志愿者群啊，进去老费劲了。是，我都考核通过了啊，现在就差问家人，家人同意我就行了。家人还没同意，那说明你还没合格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去帮你说事。别，不行，咱俩是实在亲戚，你这样一去，这不假公济私吗？那从现在开始我不认识你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好了，拜拜。你好，哎，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二米粒儿，小名二驴子，大米粒儿的妹妹。你可以到小区去打听打听我这个人从来不撒谎。二米粒儿。
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你就是啊，真是好，从大名铃说起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。其实我小姨夫这个人吧，你小姨夫，什么小姨夫？哎，小姨夫啊，小姨夫，小姨夫，小，好看，这哪儿买的呀？太原街买的。对对对，我也是夸我。对对对，什么？对啊。郭子这个人呢、哦、特别特别的好，哎呀，善良，有爱心，有责任心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？嗯，因为他爸妈就这样，随根错过了。郭子这个人呢，血特别多，哎呀，没事就献血呀，哎呀哈，那献都看过了，还给老人做爱心餐，哎，说过了，量血压说过了，洗澡说过了，你都说，你都说过了，我就不说了。总之一句话，郭子是个好人，哎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好人郭子。哎、我已经感受到了，是吧？嗯，那太好了，那你俩聊吧。哎、真没想到你这么好。哎呦，电话打得怎么样？我的家人特别欢迎你进群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真的啊。成功了！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二米粒，谢谢谢谢，多亏了你那番话呀，要不然早成功了。啥意思啊？这人，我先安心去了。谢谢我。那我现在托你进群。好的，我太激动了，我来扫你。嗯，好嘞。哎呀，哎，好。郭子进群了。哎呀，这都是家人呢、啊，爸妈、爷爷奶奶。二舅妈，三姨，四舅，这都是代号啊！啊，不是代号，都是真人儿。爱心大家庭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嗯，那我得说两句。嗯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我郭子加入到你们这个大家庭当中，是万分荣幸。将来我有什么做的不周的地方，希望你们多多指点。不是有那句话吗？上有天堂，下有沈阳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老米太太，你转一圈转晕了啊！人家那是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对。苏杭不就归沈阳管吗？怎么的？苏家屯，北航吗？老伴儿啊，咱们是。环省旅游、啊、你那眼睛别老盯在家门口。问问经理，哎，这回我们两口子全省这么一走啊，太震撼了。嗯，那变化日新月异，是万象更新呐、啊。为了祝福我们所有的辽宁人，嗯，我写了一副对联。上联是一帆抚顺，四季安山，千里锦州，万象抚心。好。好，下联前程盘锦、嗯、好运大连，旭日丹东，喜气朝阳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老汉，冲这个我给你加一个横批，说铁岭辽阳本系营口、嗯、把竞争对手葫芦岛。三叔，哎，不光辽宁省变化大、嗯、你家变化也大、嗯，您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呢，啊，二姐夫把你家都给拆了啊！啊，不是不是，把你家重新装修了，而且你家还多了一口人呢。多一口人不怕，我这回回来带了不少那个昆山马瑞奶粉。不对呀、啊，二米粒儿，二胎才一百天，这就又生了。就是、啊，谁呀、啊？那个别人送过来。什么？不是那个，哎，您自己看就明白了。赶紧回家看去。对，多有人呢。不是。我就给你送盘凉菜，你看你还回我一盘饺子，这啥也不都是邻居吗？礼尚往来呗，拿回去吃吧，拿回去吃吧。你说我这菜送的，你说这以后的话，我得常来送菜呀。随时欢迎啊，走了，二姐啊，拜拜。哎哎，行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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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米粒，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小米粒，妈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肃静！说咱家多一口人，那一口人哪儿呢？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啊，机器人米粒儿，人啊！李奶奶好，王爷爷好。等事儿呢？
你谁啊？哎，我谁？这我家你不认识我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瞅啥？嘿，我瞅你咋的？哎呀，你跟谁俩呢？哎，我俩这东西太不礼貌了，别在客厅里玩了，搬走。你也别拉着。我看他能把我咋的。哎呀呀，你傻逼样的，就咱有钱把这情绪整乱了。大姑，啥人都赖我，啥人都赖我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就这你弄的。爸，哎哎，哎呀，妞妞，妞妞，哎呀，妞妞，妞妞，挺好，挺好。妈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看看我这俩儿子。哎呦，大开心了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好宝贝儿，哎呀，激动！哎呀，想死我了，想老妈呀！哎，我得给你们汇报一下。哎哎哎，你们是去旅游去了啊？可把我累坏了。嗯，你看看这个家装修的是焕然一新呐。对，爷爷，你看我二姑父把家整得多好，年年都有变化，咱家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我怎么变呢？你要能变，你变个孙子媳妇出来。有能力给我变个奶奶。哎，这孩子真了解我。我跟你说，老米，哎，你这个新家给你聊过底儿来了。哎呀，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？回山马瑞奶粉。哎呀，让咱们家这个二宝啊，吃完之后白白胖胖，身体强壮，好运多多，充满希望。王叔啊，这回山奶粉啊，我两个儿子都爱喝。太好了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了锅底儿，怎么能少了酒呢？看我带的啥？光凉酒，现在亲朋好友聚会就喝光凉酒啊。他就那儿，哎，把我们的甜言蜜语全给我干了。王叔，不是我们家，不，哎，不是，哎呦，老郭，老郭，哎，又来一个。你也是来那个说他噪音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就这个老头又臭又硬，特别任性，破坏老年人弹琴嘴。弄他，弄啥别这这这，刚子啊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你别管他是谁呀、啊？你别管他谁，有些事儿可以忽略不计。什么有些事儿忽略不计？老郭啊，我问你，咱们小区装修队除了你们以外还有谁呀、啊？哪有别人？就我们一家啊。老郭呀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啊！你七点钟以后不干活吗？该你的，我该你的。什么七点半干活？合同签到七点，七点半你干活啊？不是不是，老郭，我说反了，我是说七点钟以后就不能干活了。咱小区有规定，你们怎么还干活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我们装修公司第一合规，第二合法，第三绝不扰民。哎，我什么事？哎，是啊，别说别的，我徒弟呢？什么？你徒弟？哎，你这人。我让你看好了，看好我徒弟，徒弟老郭啊，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着你徒弟了？啊、你这个人，你脏的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哎又来了，哎哎、就这声啊，我徒弟，我徒弟啊，啊徒弟，徒弟，师傅，谁呀、啊？师傅，谁呀、啊？爸爸，爸爸，快看，这鸟可好玩了，它还会表演口技呢。啊，嗨。哎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哎呀我的天哪！闹了半天，这声音是他弄出来的。哎呦，老郭你可真行，你没得教他这玩意儿干嘛呀？怎么会这么多呀？嗨，我不是干装修的吗？啊，他天天跟着我，可不就学这个吗？哎呦我天哪！不瞒你说啊，我弟弟，厨师啊，后厨也有这么只鸟啊，每天一张嘴就是。老板上菜，老板上菜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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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是干啥呢？过脚印呢！哎呀，老郭，赶紧把他弄走吧！来来，妞妞，赶紧跟你鸟说再见啊！啊，我舍不得，不想给，不给可不行，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。我哎，贵的还挺多，赶紧拿走吧，老郭，赶紧拿走，老郭呀！你这天晚了，不能放小区里，拿远点。哎呀，哎呀。你咋在这儿呢？你来干啥？啊，我给我范叔送药啊。把药放下，你走吧。啊，你走吧，快点。你咋不走呢？我还有事儿，你赶快走。快走吧。有事儿，还背着我。背人没好事儿。你瞎说啥呢？什么叫背人没好事儿啊？我看你现在办这个事儿就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咋的了？啊，你范叔一不舒服，你就来给送药。那你咋不给你爸我下点药呢？我下，这可不行。你说我爸也是，哎，我们老家离这儿300多公里，你多带点哎，你带5个。
这回是快递小哥，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。哎呦我这，钱哥，您订的梨，哎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搁这边搁这边，谢谢啊，都洗干净了，放心吃吧。好嘞好嘞，洗干净了啊，麻烦了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呀这就行了，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看这大梨啊，看这，哎呀我爸也好意思管他叫梨，哎呀这一看从形象上这就是姚明，这就是潘长江啊。叫我儿子吃，我儿子肯定吃姚明。你藏一会儿吧。哎呀我还是给他磕起来吧，我哎呀他别在这吃。哎刚才我听着门铃响了，谁来了？啊爸来了。爸来了？对。他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？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爸是曹操，我说到就到啊。太幽默了，当当当当，可吃吧，都洗过了的。不是，你爸种的梨长这么大了？啊，那个谁，媳妇儿，来来来，你坐，我听我解释啊。哎，你吃我爸种那个梨，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？对呀、啊。哎，通过这个梨树年龄的增长，这个梨也不断的增大了。啊、哦，那要这样的话，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，怎么没长大呢？吃梨吧。哦，哎呀，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？快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好吃不？不是这个味儿。咋不是这味儿呢？真的不是这个味儿，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这梨它那个味儿吧，就是你家就家乡的那个味儿，你懂吗？你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品品，仔细品品。哎，有了吧？嗯，还不如第一口呢，不好吃。媳妇儿，你这么的。你把这一箱全吃了，肯定能品。我上班了，哎呦，吃完我都得吐了。这谁整？太难吃了，这梨呀、啊！胖子啊，吃爸给你拿的梨呢？对，爸，这梨你拿的啊？啊，哎呀，那要是吗？那要你拿的，能好吃、啊？好吃怎么苦大仇深的表情啊？啊，不是，那二美丽哪是苦大仇深呢？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？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？就是幸福的，就是到了极致了，喜极而泣。哦，喜极而泣。那也说这个好吃呗？好吃。确定挺好吃啊？好吃好吃。啊，好吃，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。好嘞。